The Stele of Classic on Filial Piety, carved in 745, is 620 centimeters high and 120 centimeters wide on each of the four sides. The headpiece of the stone tablet is decorated with engraved cloud and corolla designs. The inscription features the text of Classic on Filial Piety and annotations written by Emperor Xuanzong of the Tang Dynasty.咱先看看他的书法，大家觉得什么人能写出这种字？他是什么时代的人？他是什么身份呢？哎，揭晓答案，唐玄宗李隆基，就是那个后来经历了安史之乱黯然的退位啊，让位给自己的儿子唐肃宗李亨，也是那个跟杨贵妃成为神仙眷侣的李隆基，还是那个呀发动了唐隆政变的李三郎，还是那个呀诗书啊，茶艺、画道，包括这种乐曲，都鼎鼎大名的梨园之祖李隆基。Crowned with a majestic canopy, the Stele of Classic on Filial Piety was erected when the Tang Dynasty was in its heyday. It is blessed with the handwritings of two Tang emperors. 刻立这块石台孝经的时间呢，是公元745年。天宝四年，咱们说开元天宝，这可是中国历史上的大盛世，排名前几位的。745年的年初，唐朝在北边打了一场大胜仗，振奋人心呢、也是在这一年，杨玉环被册封为杨贵妃，可以说是李隆基事业爱情的最巅峰。这一年，李隆基刻了石台孝经。李隆基是谁？一代帝王。后来虽然有瑕疵，但是他的文治武功在中国的皇帝里面，一定是最顶尖的那一级别。大家听过一句话没有？缺什么补什么。大家觉得唐初的政坛缺什么呢？缺孝。互相倾轧呀，从李渊起兵啊，这个反隋开始，因为李渊和杨广是表兄弟嘛，到玄武门之变，这个咱们可能都知道啊，耳熟能详了嘛，再到后来的皇帝的夺位，包括武则天的上位，很血腥啊，老李家都快被杀光了。咱举个例子，李隆基他爹叫唐睿宗李旦，李旦的哥哥没了，弟弟没了，这种情况下，你说你是李隆基，你怕什么？另外呢，所谓上行下效，希望全天下人都能孝顺，因为家庭和睦了，这国家才兴旺嘛，视君如视父，于是我立孝经。Calligraphy by the Xuanzong Emperor, the text of the Classic on Filial Piety was written in clerical script, and the annotations of the text, running script. The headline of the inscription was written in seal script by Li Heng, the then Crown Prince and later Emperor Suzong of the Tang Dynasty.古代的皇帝皇子的皇家教育中，他有各种书体的学习，现在很多人可能都不认识篆书，当时有点像外语，人家是能写的。咱看这16个字，右上角啊，大唐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哎呀，这是李隆基的一个称号。左上角注孝经台，什么意思？我给孝经写的注解。注解在哪里呢？咱们注释聚焦这块碑，大字将近2000个字啊，是李隆基亲自写的孝经。前面呢，还有李隆基啊为孝经写的一个序言，就说我为什么要给孝经写注解呢？上最开始就是说，朕闻上古奇风普略，虽因心之孝以蒙。啥意思？我听说上古的人都很孝顺，咱们希望咱们现在重铸辉煌啊，有这种感觉。他同时呢，小字给咱加了一些注解。这个注解是李隆基对孝的一个解读，同时呢，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孝顺。